我不想再过孤魂野鬼的日子，我想找一条回人间的路。好了，他们都平安，我就放心了。沈大侠，你要杀便杀吧。阿香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沈叔叔怎么会杀你呢？温客行呢？我都说了我不知道，你还问我还是不知道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我没有骗你。阿香，你在瞎说什么呀？小莲姐，看在我对你总算是有恩没仇的份上，你答应我，不要告诉曹大哥。我告诉什么？你说什么呢？小莲，你给我过来，不许跟他站在一起。叔叔，你们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吧？有什么误会解开不就好了？什么误会？他是鬼谷谷主的心腹丫头，你问他，阿香是他真名吗？这个倒是真的，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紫煞故乡是也。怎么，那个群鬼册上连我这个小鬼的名字都有啊？我还挺有牌面的。你为何和温客行分开，反而和我曹仙芷在一起？你给我说实话。我说了，你会信吗？我不想再过孤魂野鬼的日子，我想找一条回人间的路，和他过一辈子，你信吗？你既然知道你的身份已经暴露，为什么还会去找我救人？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吗？没办法嘛，俗话说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谁叫我找了一个把命还在义气后面的男人呢？只能有样学样。沈掌门，你念在我这点善心的份上，您告诉我，群鬼册上到底有没有我，好不好？没有。没有就好，这样曹大哥就永远都不会知道了。沈掌门，小莲姐，我有一个请求，在你们杀我之后，能不能帮我瞒着曹大哥，就是我被黄鹤杀了，这样他就不知道我在骗他了，好不好嘛？不是，阿香，你不是。沈叔叔，阿香是个好姑娘，不要杀她，你不要杀她，好不好？傻丫头，你不要像我这样如此的糊涂啊！活了半辈子，连是人是鬼都分不清。跟我走。这世界很酷。